喂！一定要常哭嘛，我们要一点正面的力量，这个要有笑来让他这接下来更嗨一些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这首歌曲《影子情人》。对。为什么要《影子情人》？因为异恋嘛。哎，笑就不去了，有些事情你就结束了就让它 dance by 就过去了，不要太会缅怀，但是就让它过去吧。对，你好会拎哦，可以做 DJ 了。好，大家对不起，影子情人。目光倾斜，照进。沉默的影子和这